前でピザパだ。ハロー、大家好、我是露ちゃん。文旦です。今日も動画を見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不要出门比较好，所以我跟文旦都想说，今天来点一个 demae， 点个外送。那日文的外送叫做 demae， 写作出钱。点外送的时候，想说也可以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外送文化。我自己觉得日本的外送跟台湾还蛮不一样的。日本の demae といったら、あの寿司とピザとアニメのそんなイメージが強いじゃん。ドラミジョみたいな。あの銀の箱のやつね。そう、俺もそんなイメージあるね。で、俺あんま出前って取ってないんだよね。出前って高いイメージがあって、送料もかかるし、出前特別メニューみたいなんで、ちょっと割高になってんだよね。うん、だからもうそれだったら外食の方がいいんじゃねえかなと思って。しかも冷めちゃうもんね。そう。届いてきたら。しかも届くまでに3、40分かかるとかさ。そうだね。それだったら普通に行った方が早くないって思う時もあるし、なんかピザ頼む時も一人でピザって高いじゃん。パーティーとかで一緒にみんなで食べるって時はみんなで割り勘ができるから、その時はピザとかよく頼むさ。我跟文旦不一样，我一个人也会点外送，因为有时候真的很懒出门嘛。可是我点的几乎都是寿司比较多。点外はランチセットが多いんですよね。ランチセット。ランチセットはすごい安いよ。点午餐的话会比较便宜，所以我之前有时候平日放假的时候，我就会点那个午餐来吃。可是整个价钱来说，当然是出去吃比较便宜啦，因为他们还有外送费，然后一般来说点的这个餐就会比店里的 menu 还要再贵一点点这样。我本来就是用日本一个网站叫做点外感点的，叫出钱馆，就是会有各种种类的食物可以。点啊，我自己是觉得还蛮方便的。我等一下会用那个网站点给大家看。到后来我比较常用 Uber Eats， 那为什么我之前没有用 Uber Eats 呢？就是因为 Uber Eats 是只有都市才有的。那我以前住的地方是在东京的23区之外，就没有 Uber Eats 可以用。地域は限定されてんだよね。そう、ね。但是我记得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是23区之外也变得可以点 Uber Eats 了。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比较常用 Uber Eats。可是我觉得日本的 Uber Eats 就比较麻烦，是因为他们真的还蛮贵的，而且就只能点那种离你家超近的。那我想问叫 Uber Eats 就没什么意思啊，你没办法吃到远一点的东西。熊本 Uber Eats 在哪里？啊，そうなの。哦，福岡は？福岡は最近あるかもしれないね。調べてみよう。福岡なんかあるイメージだな。我不知道福冈有没有，我们两个现在查，但是好像因为疫情的关系，现在有比较多外送服务了。デリバリー業界結構いいかもね。福冈的话是有 Uber Eats， 因为福冈就有点像是九州最繁盛的地方，所以它就有 Uber Eats。可是我们熊本现在这里还没用，我们两个现在就要用这个出钱馆的网站点，看这不是业配哦。哦，披萨韩国菜。对，今嘛披萨韩国菜对不对？叫我就用披萨汤姆的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这里就是有很多种种类，东布利、披萨、寿司，还有大阪烧、意大利面都有，还蛮多的啦。意大利面。意大利面。意大利面。都是有，好多是班额计哦。我跟大家说，为什么我们两个要点 Domino？ 因为我们两个之前点 Domino 的时候，就发现他们那个副餐超好吃，他们有卖那个葡式蛋挞，超好吃的，我超爱，我就要点那个葡式蛋挞。Half and half もあるよ。哦，叫 Half and half 你吃。嗯，对。其实我是不太吃披萨的啦，但是我很喜欢吃披萨的副餐，所以就是都是我点副餐，披萨要点文当想吃的，他吃披萨，我吃副餐这样。啊，でもクワトロはあれじゃない？四種類ってことじゃない？そうだね。こっちにする？嗯。L サイズだね、安い。うん、もともと3,456円で1,728円になってる。照り焼き。マヨジャガ、ガーリックマスター。これもいいね。うん。じゃあこっち見てみようか。ほ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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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ビッグ。こっちフーちゃんの方が好きなのそうだね。あっちだな。で生地どうしようかな。生地俺パリパリが好きなんだよね。我喜欢有一点蓬起来的。可是因为披萨是文当吃啊，我们两个都一点薄薄的那个。トッピング大丈夫？見てみよう。大蒜、美乃滋。全部300円だ。最下面这边有两个按键可以选，左边这个是继续买，右边那个是结账。继续买。じゃあ私の番だ。ティラミス食べてみたいな。でもちょっと高いね、430円。那コンビニで買ったら200円ぐらいなのね。这个小炸虾超好吃，这里一定要点到1,620元，不然不送。然后运送费不用钱，安いね。もう一個いけそうだな。あ、すごいじゃん。1,500円以上でポストフライエスプレゼント。真的可以多拿薯条。好棒哦。好棒。这边可以指定时间。即时的。对，我们两个选，立刻送过来。然后这里可以选择要用 Amazon Pay 还是其他方法。我其实蛮喜欢用这个 Demae Card， 是因为它可以直接付款，就不用说一定要透过信用卡。我不太喜欢用信用卡了。点喽。Let's go。哦。啊，まだ完了。对，他会寄一个信到你的手机，问你有没有确认有点这东西。那按下去那个网址之后就确认有点了，等我一下。やっぱルーちゃんがいなくなるとめちゃめちゃ肌白くなった。来たー，来了。我手机收到 mail 了，他这里就显示已经点完了。那送来是在晚上8:51。耶，
1時間半もかかる。要花一个小时半。真的假的啊，好花时间哦。やばいね。やばいね。やっぱ今コロナの影響でみんな頼んでんのかな。外出られないからさ。嗯，然后这里又没有Uber Eats。皆さんはどんな風に家で過ごしてますか？我们两个现在等外送，就来跟大家聊天。俺ほぼ寝てる。いや本当俺ね、無限に寝れる人なの。文章超厉害，而且他有更厉害的技能是，他只要一睡觉就可以忘记所有的烦恼跟烦心事。嫌なこともあっても寝たらすぐ忘れる。然后有时候我们吵架的时候，我就会说：“你这种情况你怎么还睡得着？”文章说他这种情况就是要睡觉。但是我之后跟文章吵架，就也练就了这个技能。所以有一次我们两个吵架的时候，然后我就直接跑去睡觉，然后反而文章很生气说：“啊，你怎么跑去睡觉了？”这样就很好笑。我不会等到你哦。我没钱了。だからそういうのも忘れる。まだ寝たら覚え忘れちゃうから。文章就是一个很乐观，我几乎不会有事情烦心的人。でもね、ちゃんとね、仕事のことは覚えてるの。嗯，他工作很厉害。最近ね、よく家にいることが多いんで、ドラマを見るんですよね。で、ルーちゃんと前ね、信長見た。スマホとかとテレビを連結できるやつを買って、テレビで。見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そう、しかもドラマだけじゃなくて YouTube とか。そうそう。这里跟大家讲，文章每次回来就是说，哎，今天我们两个要看什么？那种时候我就觉得啊，很感动，有一种他跟我在一起，一起做什么事情，真的都很开心的感觉。干嘛？唉，怎样？唉，怎样？一時間後のピザのために何をしよう？私もしないと。唉唉唉，お前疲れた。期待吗？期待。期待啊！嗯，이제하나더고품이작게돼요。嗯。哇！哇！哇！我的披萨有四种口味，总共是这四个。很香哈！首先给大家看我最爱吃的蛋挞，噔噔，是葡式蛋挞，我超爱吃的。先把它关起来，防止它变冷。然后是炸虾啊，超高いやつ。でもこれめっちゃ美味しいでしょ。でね、薯条。これ頼んでないけどついてきた。いただきます。いただきます。この照り焼きが食いたかったの。文章超爱吃这个照烧鸡的。うん。好吃吗？うん。やっぱ生地がねサクサクなのが美味しい。聞こえるこの。はい。聞こえる聞こえる聞こえる。我现在给大家看我的小炸虾。嗯，它里面满满的虾肉，太可惜。懂懂。嗯，我们其实之前外送还有另外点过鳗鱼饭之类的，它送过来的东西就像店里一样，超级漂亮，很好吃。然后可是吃完之后就是要放在楼下，他们隔天回来收这样。在台湾的话，感觉大家都点必胜客比较多吧。可是我觉得日本达美乐比较好吃。ピザパーティー気分させてくれるね。那我现在要来吃蛋挞给大家看。在日本比较少看到葡式蛋挞嘛，然后我第一次吃到这蛋挞的时候超感动，它就是葡式蛋挞，虽然还是没有台湾肯德基那么好吃啊，可是我觉得也是很好吃的。嗯，超好吃。Seven のオレンジジュース美味しいよね。Seven的这个啊。柳橙汁超好喝，我跟文章超常买的。我们两个上次点外送已经很久了。我妹妹跟我说，我们家现在附近的早餐店也都可以送外送，然后就有那个炒泡面，就是听得好羡慕哦。就日本真的是外送比较没有这么方便。大概もちとか焼きラーメンとかも食べれる。それいいな。嗯。日本に持ってきてくんないかな。そもそも日本はそういう朝ごはんやばいのかな。ないと思う。因为我感觉日本人好像本来就没有在外面这样吃早餐的习惯。俺も出されたら食べるけど、一人暮らしの時は全く食べてなかった朝ごはん。文章的话，他是早上比较没有食欲，所以就比较不会吃早餐。この四つ一番好きなのはどっち？照り焼きかな。文章每次必点的就是照烧鸡口味，还有炭烧牛肉口味。とりあえず肉が好きだから。結構食ったかも。L サイズ8ピース食べた。我们两个每次都这样，就是我们点披萨，虽然点一大杯，可是披萨都是文章吃，然后副餐都是我吃这样。我跟文章有一次也是要点外送，那我们两个这时候就很想吃意大利面，然后可是意大利面的店都没有送，然后我们想说还是我们点披萨的意大利面，就点了一家披萨意大利面就超难吃。パサパサだし。对。タラコの味を全くしないし。嗯。何食べてんだろうって感じだった。嗯，就像在吃橡皮筋一样，就是我们两个已经忘记那家店是什么了。然后我们两个自从那一次之后，我们两个至少都知道说达美乐它的口味一定不会跑掉，所以就每次都点达美乐。好，那这个影片就这样啦，就是一个我们两个的吃播，假借拍外送之名行吃播之实啊。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全部这样点是2646日元，一般。
般来说点披萨应该会更贵，可是我们两个刚好遇到那个半额季，如果有时候懒得出门啊，还是想要像今天这种party 的感觉，我们两个就会叫披萨来吃。まあ、あと今外あんま出ない方がいいしね。最近每次影片最后都在讲这个，就是希望世界可以快点恢复和平，回到我们一如往常的宁静。然后也谢谢大家，就是很关心我跟文章的身体，就是我们两个在这里都有好好做好防疫，我们要好好的洗手消毒，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谢谢你们。我なんか手洗いうがいめちゃめちゃやってるよ。アルコール消毒。就是谢谢大家的关心，我们在这里非常的好，也衷心祈求世界真的可以快点恢复原样。好啊，那这影片就先这样啦，拜拜，大家再见，拜拜，拜拜。君と終わらない歌を歌おう、たとえ夜が明けようとしても。